两位请准备。哦，好看，好看。哎呦，这豪哥怎么了？怎么？Ready？笑容可以吗？豪哥可以吗？太重了。Are ready？ 体重太重。好，请出题，第一题 ，Go。袋鼠是众所皆知拥有浑身肌肉的动物，请问，当雄性袋鼠要对雌性袋鼠求偶时，会露出哪个肌肉吸引对方 ？A. 胸大肌 ，B. 肱二头肌 ，C. 臀大肌。哦，有了，问题小心安全喽。但好稳哦。对啊，你看夹，哎，他脚夹得很漂亮哎。好慢，他手还是出新的啊。他又在走。好，小心头发，头发，头发。OK OK。哦，好轻松哦。哎哎哎，你想到？好的，胸大肌、肱二大肌还是臀大肌？胸大肌。胸大肌，恭喜，答对。答错。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不是胸大肌。所以豪哥有答题权了，来了，我答题权了，答题 B B 肱二大肌，二头肌，二头肌，恭喜答对。二头肌，二头肌长在哪里？二头肌这可以赢哎，这一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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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肱二头肌，我电击吧这一块，这一块，这一块，哎，他说是有这个对吧？对啊，莫名其妙获得一胜。对呀，这也算豪哥他的现在的策略就是说等对方答错，对，等温蒂答错也只能等。哦 ，OK， 好，哎，厉害啊，勇气波啊，他一生大概有40多个交配对象，哇，哎，哇，这个袋鼠怎么样？低于你。是不是想当袋鼠？嗯，还好，也还好，我们比袋鼠，不遑多让，不遑多让，不遑多让，满山倒海，两三倍了。下面题，请出题。随着近几年路跑马拉松活动越来越火热，许多民众纷纷投入路跑的行列，不少专家也建议男性参与长程路跑时应贴上胸贴，请问原因为何？嗯，哎，温蒂爬得很美耶。对啊。哎，豪哥上去了。豪哥，豪哥，豪哥可以的，豪哥。可以。哎，好，还要等对方答错下来。对。加油加油！就看温蒂了。手指头，一指神功。嘿。加油！再高一点。哎啊！哎啊！哎呦呦呦！再高一点。好，可以了。好好。哎呦，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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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小心哦。一个辛苦爬了两次上去，后来输掉的人，这种心情会极端恶劣。所以他这个答题很重要。请问原因是为什么？人家专家建议男生要贴胸贴，原因为何？哎，简答题。因为呢，要跑很久的时间，衣服会一直摩擦，所以他们的。乳头对，会一直摩擦到会流血。天哪！摩擦到流血啊？对，哦，不是摩擦到硬起来，是肌肤太疼。没有，真的是这样。对啊，对啊，有它就会流血啊。对啊，对啊，越跑越小。头破撞墙期就靠这个。恭喜，答对。好了，哎，真的会流血，天哪！我要涂一些那种润滑的东西，哎呦，凡士林啦或什么的。天哪，哇，这个流程这样，我以为是喷漆耶。没有，他们就涂要贴胸贴的话，减少这个摩擦。对，或者涂一些。冲浪也是，冲浪要穿那个防磨衣。哦，同样的原理，不然游泳的时候会一直摩擦那个板。聊这么多，原因是要让温蒂休息一下。对，爬的有点吃力了，他会喘啦，连续爬很累。1-1，恭喜你还至少赢一点哦。一边出题，请将鸡蛋、大豆、鸡肉1每100克的蛋白质含量由高到低进行排列。这个豪哥一定会。但是豪哥一定会哦，展现豪哥的精神。温蒂加油！温蒂已经强弩之末了，辛苦。对啊，你看。对。其实要爬山真的很辛苦，好累哦。加油！加油！温蒂，温蒂，脚要。哎呦，豪哥好像抓到喽，豪哥抓到感觉喽，好刚上喽。深呼吸，深呼吸，再来！哎呀，好的，那么温蒂可以获得答题权，你先答。大豆，鸡肉，再来是鸡蛋。大豆、鸡肉、鸡蛋，
对，高到低。恭喜，答对。哎，你怎么？哎，这个好像你很熟啊。为什么？你们的健身一定都要知道这个。对，因为我们要饮食控制，然后去分配我们的营养摄取的比例。哎，但是你们这样子过日子会不会太苦了？我一向认为，因为鸡胸肉是亚洲人来讲最难吃的鸡肉的部位。哦，我喜欢吃酥肥的。OK， 对不对？很舒服，还是多吃。对，但就说以鸡肉不，那这个个人标准不一样啊。那我这个当然是一个普世价值啦，绝大多数人一定哦，喜欢吃鸡腿啊，鸡翅嘛，比较嫩嘛，鸡胸肉就比较没有那么好吃。然后他们在饮食的控制里面，他又要吃到很清淡。像波波珍，你也要控制吗？不用，没你没有，就都正常吃。哦，不用，正常吃，对不对？其实人生就这样活着，就要吃的快乐嘛。但是要有节制，东西吃的少，身体自然好，这非常重要。肥胖这带来的疾病是最多的，对不对？百善孝为先，百病怕危险。然后这种仙风道骨，他活了一百年，脑满肠肥，马上见出现。他没有，他没有，人家很精壮，很肌肉的。因为你想看哦，像豪哥这么壮一只，但他心脏有没有随着扩大呢？没有，心脏的 size 还是一样，所以他负荷会比较重。哦，这个非常重要，好吧？任万妹，温馨小提醒，不可能。好，恭喜温迪获胜。很快耶，真的，一次两片啊！哦，你看他们，我肌肉的训练，小心脚，哦，加油加油，勾住勾住，哇，轻的，轻松轻松，他这个比男生快一点，快快快快快快，现在是快，好厉害好厉害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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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哦快哦快哦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哇！加油加油！哇！加油可以，你可以的，加油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快到了快到了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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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来吃香蕉。再给再给再给！哇！好大一口！好！加油加油！香蕉慢了慢了，香蕉说加油，果然吃香蕉是最难的。好，好，他使用的秒数是1分06秒。哦，厉害哦，厉害哦。好，我们成绩总结一下，来。好的，目前我们进前三名的是第三名，要恭喜的是啊，就是温迪啊，温迪进到前三，晋级了。对，第二名那个我们唯一晋级的女生温迪，哎，那个波波琛，你看好她吗？对，我们刚刚在那个外差，我是投给她，因为她体重比较轻嘛，体重优势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她平常这种重力训练是不少的，也是没问题，对，非常辛苦。好，一边。好，你上去之后立刻计秒，来，加油 ，Go！ 哇！哇哦哦！对了，哇塞！还爽了，超累的。他把自己卡死了，哦，卡到了，你的那个衣服的脱法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背肌太大了，哦，背肌太大，真的卡住了，怎么办？赛事要大，要给再一次机会嘛 ？T 恤要换下，不行，没关系，淘汰淘汰就淘汰 ，OK 了，好，哇，但是女生撑到最后一关已经很厉害了 ，respect respect， 真的真的真的。